对方野区的人马，想杀，开双咬住，但是伤害很有限啊。对，队友靠过来了。但是老十一的大招还捏在手里，没有咬了。这波被四个人包住，水人变人马，但被人马先踩住，给了一个饼干，再接的一个人马踩，还是杀掉了。小白刀六给了一个蛇棒，这个位置很不错。拉希克输出被勾了一下，先拼掉屠夫，然后精灵连过来，但是中了吸血吻的时候还是被击杀了。这样精灵自己有危险，想送肉山，这边是一个怕出事。哦，这边是过来前面打的。是的，这波水人又是一个双倍。这波盾团插技想接开悟过去看一下是否来得及，屠夫这个咬的音效应该是已经暴露打盾的信息了。人马没跳，没蓝开大，很尴尬，在肉山门口被留住。精灵过来给了一手连，拉希克先吃到一个加速斧，但人马还是被秒掉了。大正摆大的位置不错，反倒对方的斧王把斧王击杀，拉希克血晶石第一波顶住了。小歪在死前是摇出了水人，把水人盾打掉，但大减速有点走不动路，有点爬。哎呦 ，DY 算了算了，实在是不忍心看着人马在受折磨了。哎，那这样精灵的位置可能会被守。对，精灵应该是要回去了。被溜了。哎，这个是给老十一，为了老十一。哎，老十一还被吼了。又还是吼到了人马。人马踩一下，但是对方人很多，还是被击杀了。哦，那很亏，就是他其实也不用在那里。哎，这里在神出鬼没又吼到了龙，接蜥蜴绝吻，龙不为之但危险，操作不了了，被水人近身，被找到。DY 示意有眼，但其实是没眼的。亏中亏呀、啊。对。形成了又来了吗？这波是盲吼了一下，要被留了。哎，老出了很多打断呀。可以一波五人开悟，就找那个眼，找对方的视野盲区啊。王一马当先，一波走高坡破雾，看到老陆想吼，一瞬间被反摇，标枪手速很快。然后这边是水人进来变身之后是被反手控住，水要暴毙了吗？水人暴毙直接。再往前追，斧王这波是更新了 BKB， 开 BKB 这把放大招强行留一个板，双板很漂亮，全部留住。这还往大圣的方向靠，应该是有点想找屠夫的，但这个高坡没有眼，小白点眼看到了电影绝手跟屠夫，动谁？原地踩了吗？但是影响不是很大，应该还是能杀一个辅助的，杀了电影绝手，电影绝手四十八秒不能买活，因为这个地方。虽然是他们在河道，就夜眼在河道有个眼，但是他们是开悟过来的，就当时老奶奶第一时间也不知道这里有人。对，中路跃跃欲试，这里斧王有点想法，吼住拉希克跟小歪，但人马在后面断很漂亮，屠夫跟进秒掉小歪，拉希克开出了 BKB， 小白买活，人马开大拉扯一下，拉希克的 BKB 时间快要结束，往回拉扯，屠夫顶 BKB 反打，拖到拉希克，斧王又一个后吼到了精灵加拉希克，两个人全部击杀，大圣大招效果很一般，水人直接过来找人马，变拉希克被小白扬住。冲插大圣跟进想输出，这输出够不够？配合人马一条踩，似乎应该是够了吧？一个极限高，水人没死掉，大圣，斧王有推推棒要小心，宰的斧王这局的表现还是不错的。然后李逵是开悟，再蹲下路线给人马套大电，让人马先行破了屠夫的雾，屠夫开西瓦直接往前顶。在高坡大圣摆大想强表这边的屠夫伤害够不够，到了后排变拉希克开 BKB 输出，正面龙的血量有点危险，被迫开出了 BKB， 人也是先撤出来想找拉希克，被大圣板了一下，但伤害似乎有点不够，屠夫咬大圣配合大牛力地攻克直接秒掉大圣，大圣阵亡，拉希克残血也被击杀，这个残局是打不过了，最终老十一的人马也被留下。这两局可以看到傣妹的这个把死灵龙和这把斧王都是一个比较亮眼的发挥，然后双核心也比较稳健，感觉比之前的状态要好太多了，所以感觉还可以。留眼找到了小歪，被点灯留住，大圣想掩护很难护这个位置，小歪此前放出蛇棒，然后正面 Niki 是变拉希克踩住老陆本体，拉希克只能开 BKB， 但是被屠夫咬住直接被咬死，水
斧王用辅助后排两个人，残局买回的小歪被斩死，然后大圣想反杀被辅助一个刷新咬，DY 直接敲出奇迹，这波团战打完之后，李逵也是拿下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啊，这样双方是战成了1-1平，在小组赛。